鲁师傅这片他怎么弄啊？我觉得应该这样，这个绍兴的空境就那种感觉。上鲁师傅就出现了，给大家带来了光明。一瞬间，绍兴的大街小巷、街坊邻居、老人小孩、鲁迅、阿 Q、 臭豆腐都神采飞扬。不是，他20年老电工，应该有那种很接地气的感觉。所以咱们这个节目是跟着鲁师傅游绍兴。大家您这边请，小二上菜。明月只是在动，床前只是做梦，叫我李白不是白叫的，放了蹦白只是爱蹦。这条是西小河青石板白墙青瓦，撑着小雨伞。王阳明他家，王阳明啊，王阳明他家呀。我这家伙王阳明不在家，是王阳明一直在这住啊。您和王阳明是邻居，那是吕府，这是王阳明的。对，那现在他家在装修呀。他是明朝的一个大学士，他叫吕布。世界靠拼命靠努力也要靠幸运，不止让你兴奋更想加饭酒。我们专业叫 K 包 K 包，喝了时间 K 包 K 包，洗手间上爬嘛 K 包 K 包 K 包，这事儿必须得讲明白。蔡元培啊，我就讲原来是北大的校长呀，第一任校长。哎，不知道他老人家在不在。他不知道，你不能说在绍兴城里什么都鲁师傅都他来说，这段该我给他讲，他给我讲了一路了。走，我跟你说，你看这是贺知章他们家啊，那叫贺老大爷。走啊，老房子，他可能不在，他在北京啊。1939年，周恩来的话回绍兴给他们提了5幅字，5幅字上面的话，但每个字都是有光明的。我们以实际行动来践行人民电影为人民的一个服务宗旨。就绪，一切不慌不乱的进行，想继承李白的精神，做他们做到的事情。我让图帕和比给碰见桃花源的陶渊明。比如带小狮子一定是妈妈，带这个绣球的一定是爸爸。那四四头上有几个角？角？对，就是那个卷儿。对，卷儿。你说、啊？我也不知道。白波木叶溪 ，Life is struggle real OG。吴云涵。2021年，我们就是叶声峰，是党委跟阅读社区党委的话，就是开展了一个党建圈化工程。好了，城市怎么变迁，无论道路怎么拓建，它始终就是在矗立在就是马路的中间。叫鲤鱼桥呀，就是鱼虾的货，螃蟹螃蟹哈，黄石石的七水流觞，鱼什么无聊文人，还不如好好为人民服务呢。就像鲁师傅，鲁师傅光明灿烂，鲁师傅要以忠烈榜样，鲁师傅问心无愧的在干，全心全意的在做，鲁师傅都不要瞒自己，鲁师傅不忘总理光明嘱托，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，鲁师傅。就套用咱们习近平总书记那个，在平凡的岗位上一定会也会造就一个不平凡的业绩出来。没了，不是我拍那么多东西，给我剪一大片，就俩大老爷们给谁看呀？要有美女。我说要电力，这拍电力工。对呀、啊，电力那你想的挺好的，你总得有电力元素吧？串线，因为电力元素我拍它鬼片呀，你知道我每天跑的有。下班了，散，没了，说走。